基层里长为民服务的精神，在高雄市的仁爱之家里也看得到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仁爱之家在每年都会举办有模有样的里长选举，分区让入住的家民选出心目中为大家服务的理想人选。而以住在松柏楼的里长乐无止为例，连选连任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，受到肯定。你就是我大爷吼，我做里长还不错，我大家拢来找我吼。我若无你房间，就是你出卖鱼啊、菜鱼啊，嘿，二十四小时我把你关门啦。走进生活起居空间，墙面上挂着数量众多的里长当选证明。眼前这位住在仁爱之家的乐无止真的是一位里长，虽然管辖范围仅限于仁爱之家里的松柏楼，票选过程可是一点也不马虎。没错，我们的里长的选举的方式非常特别，那也跟外面的所谓的政治人物的选举是差不多，采用同样的精神，就是我们到年底哈会请有意参选的里长来登记，那登记之后我们也会抽签，那抽签之后我们也会用一个证件发表会的方式，让他们公开发表他们的证件方式，然后再让我们的里面的家民来做投票选举哦。因为他的服务非常的好，大家赞誉有加，他已经连续大概十年都选上我们的松柏楼的里长。啊，我想我要放到土地公，不要说就袂使咧。昨昏就摕一本账本，一本给阮囝，就两笔已经四笔给人啊。由住在松柏楼的长辈们自行投票选出心目中的最佳里长。一年票选一次，乐无止已经连续当选十年了。选民会这么捧场的原因是，这我穿的呀，有水无？有吼，我拜拜再分你吃哈。老七了，老七了，即摆在想要食。未真好啦。算讲听讲伊里长呢。嘿，对啊，里长。你有投予伊啊？我。即使不是真的政治人物，想要连选得连任的诀窍，仍是要得到肯定。乐无止在仁爱之家松柏楼住了将近二十年，服务热忱在入住时就开始。也安奈国做里长哩啦，即家民讲我足热心的啦，人若惊到惊袂去，我就讲提碗去摆，叫人豆豆行，人若有来食饭，我就家己点灵。我安尼我想着足满足的，正经讲啊，想讲我身体健康，会讲做就是好啊，哦，你防做都足可怜的啊。比起松柏楼里长这个头衔，今年八十一岁的乐无止更爱形容自己是志工，笑谈服务随传随到，贴心的举手之劳，让生活充实的不得了。高雄新闻院朱雨虹采访报道。